这天气的高温，咱们给缺德喂点水。马可，这个缺德去喂点水去，快点！我妈这花架子搭上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搭上来，慢慢就爬差不多了。这个爬起来很快的，快点，马可，睡挺香。咱们去给缺德喂水。喂，喝水了，喝水了。你看到缺德了没有？看到了。叫他名字叫。缺德。在那。在这呢。看不见缺德。倒水嘛，金鹏。缺德啊！他那个盆子水多呢，所以就这样倒着玩儿点行了。缺德，缺德！倒你倒是给他教缺德，缺德的，倒嘛！哎，这傻子，哼，你把缺德吓跑了。这啥菜啊？旱菜。旱菜。嗯，地咸菜。嗯，我妈把地边长的啥东西也不知道，就拔上了。这是干来了吗？哎呦，杜鹃烦得很呀！咋吃？今天中午饭吗？啊？想一想。想一想。先把菜折了再说说。跟那个黄瓜，看到没有？黄瓜应该是吃不完了。不过客人来了之后，他们路上都给带一点这样子，我妈都那样送呢。一会儿小半桶，看到没有？这长起来快透嘛！你看，都是。然后辛苦的种上，就有收获。这是今天随便摘点黄瓜，水果黄瓜、茄子、辣子、豆角，然后准备一块肉，然后昨天有个牛膝骨肉嘛。这是把饺子包冻起来，有馅嘛，然后客人到时候吃早餐可以吃个汤饺啥的。我们准备把这个豆角跟茄子跟土豆跟牛膝骨那一块弄一个乱炖吧，那样子泡米饭吃应该特别香嘛。煎点豆角，煎弄茄子，洗个洋芋。切好了土豆，茄子切大块，豆角嘛就不切了，直接这样子两头一掰。然后切点肉片子，一炒一炝锅。牛膝骨了吗？还冻着是吧？在那是吧？你准备炒了啊？我切肉片子了。奶奶的铁锅炖，先把牛肉放进去炒一炒。哎，花椒粉、盐巴、酱油。三样子炒肉必备哦，肉炒香，盐巴来一点，哎，就不来。放完盐巴之后，放点匣子和青辣、红辣椒，炒出香味儿。然后放入，茄子跟土豆，哎，一放，炒一会儿，稍微炖一会儿。因为茄子比较吸油，所以先炒茄子。然后呢，就把灵魂放入进去，黄豆酱来上两勺嘛，再来一勺，哎，再来一勺吧。豆瓣酱少来一点，豆瓣酱是现在香味够了，哎，就差不多了。搅一搅给它，然后放入懒得切的豆角放进去，然后放入给他孙子下的饺子过日子的汤水，然后炖它啊，然后等水开之后放入牛膝骨放进去。马锦鹏，你早饭都没吃，吃了个冰激凌，然后饺子又吃那么多，又不吃，把这视频发给你妈妈，我跟你讲，我吃，必须得吃完，我做奶奶给你下的爱心牌饺子，你不吃不吃的一天。那牛膝骨放进去了，上次我爸就收了一个，还有那半个骨头也放进去嘛。一个牛嘴掉了。嗯，放进去之后，把这个牛油和牛筋的炖汤里面融入到一起，成品出来了啊！这是在收拾嘛，稍微再收拾黏糊状，把那骨头再挂的那个什么啥泡米饭嘛，好了，差不多吧。今日午餐：牛膝骨炖豆角、茄子、土豆。炒一个上海青，吃个米饭，哎，正餐开始了。嗯，有点烫啊，稍微悠着点。这土豆炖的烂。这都是原始菜，已经多了吃不完了，
所以大乱炖。哎，麻这个吃法才对呢，放汤汁了。啊？这是。让伢看到说，这媳妇是烂的，菜也不切。今天这马老师非要到外面吃，外面吃啊！你看这样这做多好，自家全部自家的菜。我想天气热嘛，咱们出去吃个玫瑰花鸡汤呀，这样的转转嘛，散散心嘛。刚房逮着，外面吃不到喜饼上了呀，吃的没这样吃的。你看，我爸不爱吃三黄鸡啊，外面那些鸡，所以他就不想去。嗯。院子菜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个菜有创意，这个菜做得好。啊？这个菜有创意。符合你的要求，菜多，吃米饭，人不累。对，我喜欢吃家常菜嘛，这个豆角都是自家园子，这个茄子。是吧？豆角，你看豆角炖的，像这个豆角嘛，人家吃油，人家吃油嘛，你看它这个牛膝骨这个油，你看把它，还有土豆，这吃一碗米饭多，把牛膝骨稍微切了一下啊，哇、你看，嗯，这牛膝骨这个油，它和别的地方油不一样，这个家伙你吃上一锅，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你看，这个泡米饭，这个炖出来的菜还有啥说的，烂是烂透了，这个一进口以后，它的香味一下冲到鼻子以后，然后进嗓子了，每一家把你的味蕾就打的。再泡口米饭，嗯，哎，这个吃米饭是太香。你看这个茄子炖，家里面的茄子炖的啪啪的，豆角，这是还是要学习啊，这咱们东北人这个菜炖的这样乱炖好吃，以后我们也多样化一点。多元化一点啊！盐、菜下来了，对，豆角呀、茄子呀，你看，真好吃，咱们平常也那么吃。其实，这个粉丝有远有近啊、咱们就是本地的呀、异地的呀，经常关注小马的人也可以。星期天啊，过节了没事嘛，来和我们聊一聊，下个棋打个牌，咱们也乱炖一点自家的菜，吃一点，咱们简单的吃嘛，吃一点，然后。回去家里有老人呢，摘一点菜带回去给老人吃着。那是什么呢？交流嘛，对不对？互相交流你才能进步嘛，互相交流大家才能拉近距离，才能比较熟悉一点。反正我们提供就是一个娱乐和玩的地方。有的人喜欢我，有的人喜欢奶奶，有的人喜欢小马，来了咱们坐这，哎，就别这么一句，喝个茶吧，喝个茶聊聊天。就是说我们这菜多呢，对。哪个多你跟家里带一点吃一点没啥、就是、我们的目的就是交流，就是要拉近距离，就是不是非要你要来吃一顿饭也要住一下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大家主要是来交流玩一下，就是欢迎这个路过的朋友们也好，游客们也好啊，就走的时候把院子黄瓜西红柿拿点这个路上吃，景区玩的时候吃，并不一定要来消费，我想把欢迎这样的朋友来聊天交流，和老爷子喝个茶，和我妈那个做个菜干啥的啊，来融入进来。今天就是欢迎菜也下来了。今天就是完美的一天啊，我和我妈就负责把这菜园菜弄好就行了，你们负责来体验来转转玩就行了。完美的一天，这菜真是看太有食欲了。来吃个乱炖，哎呀，乱炖菜好吃，真好吃。这菜就是废米饭啊。这真是上等饭菜。完美的一天。那你拍那么多钱吗？